天是6月27，星期一，天气依旧是一个晴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还是要行事农场，然后女儿也要回到人间呢，上班了。那我今天就开始继续割草。那工作的方式还是一样，也就是中午以后呢，还是会有雷阵雨的状况产生。那这一次播种的部分呢，因为雷阵雨呢，其实也冲得乱七八糟的，那也没有给太大的期望它会长得很好，所以也就顺其自然。那倒是南瓜呢，最近可能有一颗需要授粉，所以等一下呢，还是要先去观察一下南瓜会比较重要。那至于爆蛋母鸡的部分呢，应该已经接近它的预产期，越来越接近了。那最近这几天可能要多加的关心它。那这是今天的主要工作。OK， 我们出发喽。这是我们第五颗的南瓜，这是授粉成功的南瓜，还是有充满无限的喜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寻觅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母花。那以这边来讲呢，这是它的第二颗，那我在期盼呢，它是不是还能够再开个一朵母花给我。今天看起来是没有。OK， 那这是我们家的实验菜园子东边的情形哦。这是我们家的第六颗有可能成为南瓜的花苞。今天已经观察它的第三天。太阳大的话呢，它可能很快就会开花了。这是我们家实验菜园子西边的状态，那看起来呢也没有其他的母花的感觉，只有那一朵。OK， 那这边是我们家的丝瓜苗了，已经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它已经快攀爬上去了。那等一下来看看有没有需要套袋的母花，顺便也整理一下它的一些藤蔓。免得到处跑也是挺麻烦的。OK， 这是我们今天实验菜园子西边的情形咯。每天最大的乐趣呢，就是寻找苦瓜的果实。因为苦瓜的果实呢，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找。自从找了这第一颗以后呢，始终都还没发现第二颗。倒是看到很多的豆晚青。那豆晚青呢，要铲除它其实也很简单，拿一只剪子把它脑袋给剪下来。听说它死在下面呢，它的同伴呢就比较不敢再来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，反正看到我就把它脑袋给剪下来。我发现呢有第二颗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白玉苦瓜第二颗。 OK， 我等一下把它给套袋，这样才不会忘掉它在哪里。OK， 这是我们的白玉苦瓜咯。这是我们的番茄呢，第一层的番茄呢，已经陆陆续续的都开始转红了。当然就可以好好的准备开始采收了。那当然虫害是难免的。那有时候这个番茄太多呢，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现在已经红到第二层了，那第一层呢应该陆陆续续就可以开始采收了。 OK， 这是我们的牛番茄跟我们的小黄瓜。 OK， 我们继续套袋去了。